来，同学可以请看一看，就是大荧幕的部分。好，我们是在新索子概要。那么大体上，同学啊，我们已经把就是52星所里面有13通一些星所，14不善星所，还有25美星所已经完成。过后呢，我们进入星所相应里了啊。那么上一堂课呢，同学有见识过啊，古筝不是。没那么简单啊。好，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对于通一切心所哈，已经是完毕了的啊。我们今天的教学范围呢，是不善一切心所的相应理的部分啊。那先让师父进行复述啊。那么呢，寻呢是双无，是最基本的心，没有作用较为复杂，没有作用，没有它是它就是只拥有双，他讲这边呢，双无是最基本的心，所以呢，它拥有七个片系心所啊，它是没有那么复杂的关于这个双无是。然后呢，在这个是呢，熏本身呢，在禅修会被去除的。那么这个是呢，是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禅呢。然后圣解心所是，它不包含在一相应心里啊，因为心无法做出任何的决定。然后呢，精进是，它本身是不包含在五门转向、二领受、三推度，因为它是相当弱的。然后喜呢，是一定以越受俱行，但越俱的第四禅心，这没有喜。OK，同学有些细节和你转不过来没有关系，需要时间啊。然后越是什么呢？越呢是两个次心所太过昏暗，所以毫无有益的行动。OK，这是越心所。那这一个呢，同学就是上一堂课啊。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就是不善心所啊。同学不用担心这个掌握不理想，不担心。这个课呢，可能有心理准备会再开一次，因为拜一的课就快要准备开第二次了的了啊。因为那边的同学全部都觉得要再来第二次啊。但是这个你学会，同学我可以告诉同学，你的佛法会很专业，东西会变得容易的，都没有骗你的。好，来，我们就进到去不善心所的部分。好，不善心所呢，这一个呢是属于就是也是相应就是属于相应理来的哈。好，来，同学，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先等一下子师父想给同学看一些东西先是心所相。心所疑心的图表，OK，好，同学，我们就这个会简单很多，请就是会停读一读，分析。分析与不善心所当中，痴无惭无秽调取是者，名为遍一切不善心心所。他们出现于所有12不善心里。二、贪只出现于八种与贪俱行之心。三、邪见只出现于4种与邪见相应的心。四、慢只出现于4种与邪见不相应的心。五、嗔、即、坚及二座只出现于2种嗔恚相应心。六、昏沉与睡眠只出现于5种有形心。七、疑只出现于疑相应心。结十三支注读说明：遍一切不善心心所，这4种心所出现于一切不善心里。因为每一个不善心都涉及某种程度对二行之危害的盲目，即愚痴、无惭无愧及潜在的调举、散乱、邪见、慢这2种心所，只出现于贪根心，因为它们都涉及某种程度对五蕴的执着。然而，这两者呈现相对的本质。由此，他们不能共存于同一心，邪见升起与
错误地视之，即不依真实相分析诸法，我慢则生其与自我贫苦，即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不如，或与别人同等。邪见肯定存在于四种与邪见相应的贪根心，慢则不一定会存在于四种与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虽然它不会升起与其他心，但这些心升起时，它不一定也跟着升起。嗔、忌、奸及恶作，这四种心所只出现与嗔会相应心，与嗔会相同意的嗔肯定出现于此二心，其他三个心所则不一定，只依据情况而升起。后三者都有厌恶之相，即对他人的成就感到不快，兼不愿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事物。恶作则是追悔已造之恶或未造之善。昏沉与睡眠这两种心所令心沉重与软弱无力，由此他们不能升起与自动或无形心，因为那些心敏锐又活跃，所以这两个心所只出现与有形的不善心。好，感谢。请问 Amy Chan 哪一位啊？可以打一下或者打字回复吗？因为我们要点名啊。好，同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消化这个不善心所。好了，我们看于不善心所当中，可能就是好，同学你先把它的道理看懂先哦。如果这个图表够大个的话，你把道理看明白它是最重要的哦。就把它弄通它哈。来，同学看一下哈，好，这边他提到他说啊，不善心所当中，吃无常无愧调局叫做骗一切不善心，然后它全部都出现。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不善心里边的哈，看一下，这个就是十二不善心，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是贪嗔痴十二不善心啊，看一下哈，这个好像没那么理想，我换一个图表会比较好看。OK， 这一个要看，就是心与心所的关系。OK， 好，心与心所的关系，这图表会更比较具体一点。OK， 好，你手上表你找不到没有关系，你先把这边看，这个荧幕给看懂最重要。同学，你看呢、啊？这现在是十二不善心所，有吗？好，大家找到吗？一样了，好，应道一样了。OK， 好，应道找到了就成了，直接就看白板了。好， okay， 好，来同学看一下哈，啊，这个是十二不善心所，然后呢，这个是痴、无常、无愧、调举，所以总共是有四个。OK， 好，然后呢，贪根心里面全部都有四个，然后呢。贪嗔痴全部都有了，看到吗呢？啊，嗔、
是全部都有四个啊，所以这边就很明确说明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啊，所以呢，不善心所里面进行分析，所以十二不善心里面四个都同时出现。好，同学你看了哈，他这个是阿毗达摩的原理哈，我们其实普遍上啊哈，我们都不会认为四个同时存在的。阿毗达摩的意思是讲啊哈，当你一有不善心，是不是你升起贪嗔心？那么你升起嗔根时候，甚至你想起升起疑心的时候，你同时你会有痴存在。同学，你感受得到有痴吗？比如说你现在 OK， 想到猫山王，哇，流口水。当下的时候贪很明显，他说同时有痴，你感受得到吗？啊 ，OK， 你看拿痴啊，其实要回到去痴的定义。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接就是说啊，覆盖吃就是我们的心性被覆盖，看不到无常苦我，这个就是吃的现象。同学，你觉得你感觉不到吃的，请举手。比如说现在你很贪吃榴莲了，哎，那个吃感觉不到的，啊，举高点，同学。OK， 好，好 ，OK， 蛮多同学感觉不到哈，对不对？好，不过他说有无常无愧，什么是无常无愧？无常无愧就是说啊，哈。你看到二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到二的身口意，你不会害怕，也不会畏惧。同学，你也感觉不到的，请举手一下。啊，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啊，可以，也感觉不到，对不对 ？OK， 好。第二句是什么呢？第二句是指那个心啊，好，胡思乱想啊，好，不能够静下来，好。那么你在贪吃榴莲，你也感觉不到的，请举手一下。感觉不到，那心很乱的，举一下，感觉。对啊，是，所以同学你看啊，简单来讲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哈，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的。不过阿毗达摩讲有，那可能是要在禅定的情况底下才看得到。所以同学留意哈，像阿毗达摩，你除了把它弄懂哦，过后你就要弄，你到底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现在 feel 得到，还是 feel 不到的？这样的话哦，你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它才会实际的，可以了解吗？好啊，所以很明显是啊，那同学这四个本身呢，所以你的定义要把它背下来，你才有办法问好和深入的问题，而且进行贯通，可以明白吗，同学？好，所以呢，有时背诵呢是有需要的。好，好，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他说啊，贪只出现以八种于贪俱行的心，来，同学看一看这个表。看到吗？这个是贪，同学看到吗？好，来，我们先找出这个贪来。OK 哈，他说贪只有一个，只升起在贪俱行的心。OK， logic 哈 ，OK， 同学你觉得 logic 吗？有没有试过就说，哎，我很生气，可是同时我又有贪，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请问一下，为什么呢？那么多情歌说。我又爱你又恨你，他有符阿毗达摩不符合他们，还是他们不符合阿毗达摩，还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不对？有些情歌是这样嘛，我爱你又恨你，我恨我爱你，对不对？常常这样嘛，他说我爱你，但是我恨我自己爱你，如果我爱上不该爱的人嘛，对不对？是，所以我爱你又恨你，或者是吸毒的人嘛，他上瘾了，后果他身败名裂，所以我对毒品当然很贪爱，但我恨我自己吸毒。同学，这种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因为啊，根据阿毗达摩讲，他说啊，贪只出现在贪罢了，不出现在嗔，对不对？那么我又爱又恨，是不是同时出现，还是其实是分开的？是同时，应该是。OK， 老师，你讲分开了，好，感觉应该是分开嘛，对不对？好 ，OK， 来，那我们现在往后面看呐，哈，看看到底是阿毗达摩有没有解决这种又爱又恨的情形哈。OK， 来，同学，我们继续看。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哈。啊，这边有讲，他说啊，邪见只出现于四种与邪见相应的心，同学看一下哈。好，来，这个呢就是邪见了 ，OK 啊，邪见 ，OK 啊，他讲邪见只有一个，
他说只出现与邪见性的行动学看，那邪见相应啊，就这里对不对？好啊，邪见相应，邪见相应怎么样 ？OK， 好啊，相应相应 ，OK， 合理吗，同学？邪见只出现在邪见相应的行，蛮合理对不对 ？OK， 没有什么特别，好 ，OK， 好，好，过后再继续看哈、哦，他讲哦，慢只出现在四种与邪见不相应的行，同学看到吗？慢在这里，这个是慢 ，OK， 好啊，他讲只出现在于邪见不相应的行，看到吗呢？画个星号，都是邪见不相应的。好，同学，我们讲啊，当你升起贪跟心哦，邪见不相应哦，那么那是一种慢哦。同学，你们想想，回想一下看哦，公司里面哈、哦，会不会发现，基本上啊哈、哦，你的上司或者他本身是很能干，可能同时也是脾气不好，同时也很傲慢的，因为他有才华。你发现通常。他的组合是这样比较多，还是发现你的上司是属于贪心人，脾气比较好，可是同时又很傲慢的，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你们身边都是第一种的情绪，通常是撑的慢结合的，举手一下，慧婷对不对？慧婷一位啊 ，OK， 一位。好，随着上司去先施，个性是比较贪跟贪心人，可是又出现傲慢的，请举手一下，这种情况的都没有哈。Okay， 好，他那没有的话呢，就是海玲，你的情况是如何的？啊，你可以开麦。我的上司脾气比较暴躁一些，可是他很他没有傲慢型的。好，可以关麦。OK， 好，好 ，OK。谁的情况就是他是有傲，他是有嗔心，但是没有傲慢的，请举手一下。谁遇到的人上司哈，一位罢了哈。那么玉华你会吗？好，你会用哈。好，玉华，请你开开麦。等下先，等下先，你要学会用哦。好，不理他，不理他。好，来，你直接讲了我。好的，好的 ，OK， 好来。海玲不用理他了 ，OK， 好 ，OK， 好，好了，同学是这样，好 ，OK， 待会你会叫去自己按给他收他，好 ，OK， 好，好来，不熟的话看那个 video clip。好，同学，师傅想告诉同学，现实上哈、哦，如果是师傅的经验遇到哈、哦，反正是慧婷比较靠近，通常啊，慢的人比较容易跟称，为什么呢？通常称心人呢、啊，他的才华会比较有的，尤其是。领导能力、分析能力，通这方面他比较强啊。那么他有才华的话呢，他的慢性就在这个地方开展出来。其实我比较少遇到很厉害的人哈、哦，是脾气好，他通常是结合起来了，也可能有时候他的嗔心啊，就是久了脾气消融掉啊。不过呢，这个是应该不一定哈、哦，因为各位同学你们遇到的可能不大一样这样。那么师父只是讲一个 logic 的情况，其实阿毗达玛它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哦、贪 跟慢在一起，这是其实我会比较少遇见的，原因是因为傲慢的人一般上是才华型的人，然后才华型的人你们留意，一般上都是顶尖的诗人、顶尖的科学家，然后顶尖的诗人、顶尖的艺术者，凡是这种顶尖都是脾气古怪的，有没有发现？通常 我感觉到、哦、都是这个情况比较居多，反正你遇到、哦、他是脾气很好的，因为贪心的脾气比较好的，然后过他会有傲慢、哦、那么他傲慢呢要在很独特的情况才显示出来，这个还是比较少有的，因为一般上啊，称心人啊，他的眼神已经表露出
他的那个他那个气势出来，他那个气势通常跟慢是一起的。所以为什么一般上啊，哈，这有才华的人呢，哈，他如果是没有办法收敛，他会自己制造的麻烦给自己，因为别人感觉会被他威胁到，通常是这样，他会比较有威胁性，就是因为慢性跟嗔心会散发一股能量出来的关系，这样子啊，所以同学，我们可以希望可以通过修行可以减少这个现象。好，同学看嗔忌牵而作，只出现在两种嗔恚相应性。同学看这边同学看到吗？嗔忌牵而作，总共是三个。它是切出现在这边，同学看到吗？来，这两个，嗔忌牵而作，OK，好，好来，同学，嗔忌牵而作根据阿毗达玛所讲它嗔跟心一定会有嗔，看到吗？来，同学，你看到吗？来，嗔跟心一定有嗔，但是呢，嗔忌牵而作不会同时出现的。比方是说如果是我现在升起嫉妒心。但是同时，我不会升起悭吝的心，就是不愿意分享我的功德。那么，当我升起悭心的时候，同时我也不会升起恶作。恶作就是已做的善，未做的善和已做的恶进行调回，就是恶作的意思。同学，你们看逻辑不逻辑？你有没有试过？我同时嫉妒你，同时呢，我不愿意分享我的东西给你。遇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你自己有没有试过？没有，对不对？你看呢、比方说，OK，今天呢，有个人很有才华，OK，哇，就是你很不愉快，你不愉快啊，你会感觉你会沉溺在那个不愉快的嫉妒，仅是这样，对不对？OK，好，那么你可能过后，哎呀，其实我学了佛，我也不应该嫉妒他，过后就恶作了，对不对？把他是过后了的，他不是同时的，对不对？同学，你留意看呢、有时候他蛮快的，尤其是学佛的人。OK，我嫉妒了对方，过后同时，哎呀，其实不应该嫉妒他的，对不对？但是过后你发现，哎呀，但是那个嫉妒因为可能呢，你的烦恼是嫉妒比较习惯，他又出现了，哎呦，又再嫉妒一次，过后，哎呀，我不应该嫉妒，是这样对不对？其实那个又爱又恨是一样情况的，就是说你爱上不应该爱的人，对不对？OK，你很你，过后你检讨的时候就是，你又恨他，又恨他，又恨你自己，对不对？过后呢，你没有想，你平静的过，哎，你又爱回他，所以其实同时啊，同学他不是同时发生，他是间歇性发生的。但是因为他太快了，你错觉以为呢，他是同时的，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他是同时了。所以这个就是嗔忌牵而作的情形了哈。所以同学，这个你要有。背熟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掌握到好，过后我们再看呢他说昏沉与睡眠只出现在五种有行星，同学看一下昏沉睡眠昏沉睡眠，同学这里放二字就是昏沉睡眠是两个来的，只出现在有行星，同学看到没有？有行星对不对？有行星什么缘故呢？同学，有心定义是什么呢？还记得吗？同学，谁线上线下谁想到可以？对，有心心是经过被送涌了才升起那么要送涌的心，它就是因为有昏沉睡眠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送涌它才活跃。哦，这个吗？你看同学，如果你没有昏沉睡眠的话，你不用送涌，你自动会升起的，就是因为有昏沉睡眠的关系，这个心要被送涌。它才会活跃起来，你看嘛，logic 对不对？所以呢，比方是说你是属于贪，就是邪见有心心。比如说你爱吃猫山王，你是这种心来的。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你有昏沉睡眠的关系，所以变到一定外人呢引诱你，哎，看看好吃的嘞，来他壁纸啊，引诱他一下，给照片他看一下，这样都是了，我才要去吃。不然的话，然后你讲，哎呀，你不讲我都没有想到要吃，那表示这个应该是有心心来的，没有人怂恿你都。不会想到那么如果是没有人教你啊，你都很想吃，应该就是无形性来的了。OK，可以理解吗？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呢，已只出现已相应性
很好懂，对不对？来看同学看，一个啊，止住现在，一相应行，一个罢了。同学记得哈、哦，一相应行是不能够带我们轮回的，十二不善行只有一个不能，什么缘故？就是他的心太过散乱了。因为一相应心啊，哈，它本身哦，就是没有很多心所它没，OK，一相应心很多心所没啊，OK，啊是的，它不是讲有疑才会造成啊不是的，是不是十二不三心里面只有十一个啊，可以带我们进行轮回，一相应心不能，因为它的力太过羸弱了。是的，我给同学看一看啊。师傅有没有记错啊？是调举还是移？有没有同学有记得啊？因为有时师傅也会记错的，有同学可以记到吗？来，我给你们看这个图表啊，我们先看白板啊。有时候你要对照看啊，表示说 OK，这个是一哈。来，我们看一看。啊，同学看一下啊，这个是移跟调举。你们先看白板啊，看到吗？那你看啊，调举跟乙比起来哈，乙没有圣解，没有喜，没有欲，调举心所是没有喜跟没有欲，这样我看我对了，原因是因为他连圣解都没，所以变到他非常的羸弱，所以十二个不善行，只有十一个可以带我们去地狱恶鬼畜生，乙相应行没有办法带，他连圣解都没，圣解的定义是什么？圣解是坚固的意思，坚定的意思。OK，好，所以同学，你的义理啊，记了之后，你要通过图表来做一个比对。好了，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已经讲过了，好，接近跟慢哈，好了，有一些义理要特别强调，同学看一下，他讲了哈，接近跟慢两者是。呈现是相对的本质，不能够共存呢。他讲啊，不可以共存啊。OK，现实上邪见跟慢有共存嘛？也比较如果邪见呢，我们的定义比较粗浅哦。OK，不相信因果就是邪见，那么慢呢，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觉得可以共存？这个人不信因果，同时好像又很慢，好像又可以这样，对不对？啊，是没有关系的，同学，我们用欲界心感觉到啊，和他不大一样，无所谓的。不过当然我们还是依他，因为阿毗达曼呢，蛮多是通过禅修观察出来的。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实的落差在哪里了。OK，好，各位同学，你看呢、啊，他邪见的定义这个是比较深的。你看，错误的认知，不依真实法分析诸法，看到吗，同学？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定义。之前我们的习性还记得吗？它定义比较浅的，就是哦，不相信因果啊，不相信业报，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就提到，就是说你不依真实现的实法分析诸法，所以呢，你常常是处于常乐我净啊。本来我们都在常乐我净，对不对？现在我们就在常乐我净嘛，对不对？好，然后他讲了哈，他说邪见肯定存在四种邪见相应的心，他说慢就不一定。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同学看这边，他的意思是这样哈。我们看这里是有个星号，对不对？同学看一下哈，这个是慢，对不对？我们回到还是心与心所的图表，同学你看到没有打星号？他打星号意思就是想啊，邪见不相应的心可以有慢。也可以没有慢，这样的意思，可以明白吗？它含义就是这样的，是。所以同学，因为可以有可以没有，同学你看看这一边的 calculation，就出现18、19，OK。同学记得哈、哦，你如果是在这一边，你的算术没有办法算得准，没有关系，最重要阿毗达曼你要了解哦。然后他的阿毗达曼过后，你一定要思考到你生活去，不然的话。你只不过是来上数学课罢了，那你不如去学 account 更好，这样子好，account 可以找钱，可以看一下罢了啊。所以你要了解哦，数字背后阿毗达曼的原理。啊，你看陈其谦的错啊，这个已经讲过了了啊。同学，你看
这个定义你要把它背熟，你才可以进行连贯啊。基本上称全部都一定有的，称一定全部有，称机器人的做就未必啊。好，不过这边有跟同学讲了哈，关于这个签哈，有时感觉也不大像在称的，签是吝惜我，不愿意分享。你们有没有试过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时我们也不懂事哈，肯定你拿到考题哈，可能会想，我想我还是不要分享，因为是因为我怕我不用考题，我用口罩，对哈，就是你看你现在手上拿到口罩，对不对 ？OK， 可能你有20个哈 ，OK， 那么你心里想，哎呦惨哦，我该给不给人好 ？OK， 我想我不要了，因为我自己还需要嘞，对不对哈 ？OK， 但是可能心里想哦 ，OK， 我留7个，其他12个我打算应该要给别人。但是你会看人来给，谁先？我问你先，给你家人先，看到没有？看到吗？哦，所以同学，当资源有限呢，口罩买不到哦，这搞到你中病毒哦，你第一个想到就是应该是你关系最好的人，而他讲他是好朋友未必是错的，他可能有时跟好朋友关系好过跟家人，家人未必关系最好的，看到吗，同学？所以你看啊，这个情况算不算是牵令哦？他又不像是的，他可能也有点像，但也不未必是，也不完全是。OK， 假设真的是哦，你有100个口罩哦，你打算谁也不给，我打算我就拿起口罩一踩谁这样。同学，你觉得像撑多还是像贪多的感觉？对，像贪多，对不对啊？但是啊，阿比达嘛，把它放在撑这边，所以我有时讲哦，你就把在现实上你要把它要去区分开，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呢，唯有在禅修进行观察。才有没有办法可以 verify 得到？听人家讲啊，这样我给看得出来了。OK， 所以同学要留意哈，这个就是，所以口罩呢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哈。如果你这个不愿意分享，那我们回到去也是了哈。你当你做发现第一个研究问病性知道了，你第一个研究成果一定是自己发布的，你不会分享出去的。像现在句哈，如果中国哈已经找到了那个 DNA 哈。他不愿意告诉别人哦，你认为对不对？不对，害到人的。虽然是说这个科学报告成是很啊很珍惜哈、哦，不过我是觉得一样啦。通常是分他们是发布在论文那边的，那么论文还是以你的名誉发布，所以呢你会留名的，因为学术研究留名很重要。把你发布出去聊，不过我是数理科学家，我引用你的，我要说明啊，这个是中国冰心发现的。这样子哈、哦，我的论文以你的来做研究，这样子哈、哦、啊，我是觉得在科学家第一个发布的人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视，对不对？所以他不算是签来的，因为是自己的饭碗，对吗？哦，所以这个还不算是签呢哈、哦，所以呢，但是如果你东西你完全私密藏，这样的话就不行了的了。好，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跟签会有关系好，然后二座呢 ？OK 啊，同学觉得呢，伪造的二或者伪造的三或乙造的二，你感觉会跟称在一起吗？好像不大相觉得。调举，就像今天呢，那个 UDI 的总裁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是第26号的传播者啊。第二代、第三代蛮多的人，100多个人挂人病，他应该会产生吊诡，对不对？哎呀，真的不好，害到别人了。你觉得像撑多像贪多？这个吊诡，啊，感觉不大像，不大像撑，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同学，他这个吊诡本身是可能又跟吊举会掺到在一起。可能呢也会跟智者掺到在一起，就是吊诡就是智者来的哦，它有混杂在一起的。那么你可能有称，就是我责怪我自己，因为一般上自我责怪哦，有称的成分在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自我责备哦？尤其是你的亲人死掉，你怪你自己，因为都怪自己的缘故。你看啊，通常那个人会掉眼泪的，他自责嘛，但是他里面是有称的，因为他怪自己，责备自己。或者他怪你都是你的错啊！来呢，刚刚我们有同学讲嘛，哎呀，居然把中国人的团带进来，
OK， 这个是有责怪成分，这是有称才对，对不对？是不是啊？是，所以频道啊，其实它是有应该用称，应该有 logic， 因为我们是有怪罪，我们有排斥成分在。所以呢，如果是谦跟恶作哦，应该是恶作有称的成分会比较合理了，我们比较 feel 得到了，可以同学给了解啊，成分比较合理了。嗯，对，因为呢，它是属于有智者，因为啊，恶作是一种。我们就不一定了，因为称本身它包含四个在里边啊，恶作的话肯定是在称里边，但称不是恶作，可以了解吗？不可以倒回来，不可以，不可以倒回来，因为称涵盖了四个称计欠的作，可以了解吗？所以不可以倒回来，称的范围比较广。好，来混成睡眠，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心哈，令到心沉重、软弱、无力，所以不能升起自动或无形心。可能这一个重点蛮好哦。定心沉重及软弱无力啊，它就变到是在有形心罢了了，知道吗？有可能，但是要看。如果是善心的话，善心是没有有心跟无心的，不善心也是有心跟无心，但是善心是没有昏沉恶作的，要看情况。来，同学你们看一看，我们有同学问起就是说，比如说 OK， 我想做一个善事，比如说我看到报章了 OK， 而且捐口罩给中国这样，你心里想，哎呀，我们自己都需要啊，可能觉得好像应该要做，但是觉得又不大想，这样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啊，对对对，但是你可能觉得，哎，应该要做这样哦，但是又不是很想，这个很明显是善心，对不对？同学，我们看看善心哦，啊，它善心的状况啊，你们可以看白板哦，啊，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善心，同学看，这是八大善心，同学你看八大善心哦，它没有昏沉掉曲的哦，同学你看，看到没有？昏沉掉曲是过上的哦，看到吗？哦，善心是没有昏沉掉曲哦。只有不善心才有昏沉掉曲的，你懂吗？所以同学，如果是啊，刚才那个情况哈，就是你觉得，哎呀，我又想捐，又不知道想捐这样哈，这不是昏沉睡眠造成的，应该是有困杂到疑那边，对不对？因为我们把持不定嘛立场嘛，而且不捐，我们自己都要嘞，又想捐，哎呀，中国那边又很需要，那边都把持不定，应该是你这个善心困杂了疑心所。变到换你换去，所以当你想举手要 back 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还需要还是不要了这样子啊？然后过后呢，又想要做，所以他在交替着疑心所跟你的善心交替出现的现象来的。啊，看到吗，同学？你去了阿毗达摩，你就可以自我进行分析。那这个分析意义在哪里呢？同学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你界定清楚什么是善心跟不善心，你善心你就让它增长。不善心你就不要让它生长，而且不善心你看着它的话，它没那么猖狂，为什么呢？可以证明，同学，你装着是贼啊，如果进来二地哦，他知道有 CCTV 看着他的话，他没有 CCTV 看着他有差别吗？对，他会比较警惕的有 CCTV 哦，所以我们的不善心啊，有你的把关看着他，他会没有那么猖狂。没那么猖狂，因为自己在监视着他，所以呢，去阿毗达摩你是多了一套工具，是多了个 CCTV 监管着你自己，啊，这是他的优点来的啦。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好，这个呢就是美心所了，总结我们可以去到去美心所。好，请慎勇读一读。于美心所当中，首先是九片一切美心所，存在于所有五十九种美心。二，三离心所必定出现于每一种出世间心，对于世间善心，他们则只偶尔且在个别地方出现。三，无量心所时而不定的升起于二十八种心，即除了第五层
之外的十二黄大仙、八种欲界善心及八种欲界有因为作心。然而有些人说悲与随喜不存在于舍俱心，是会与四舍七种心相应，即十二欲界相欲界自相应心，以及所有三十五黄大与处世间心。改天可以用靠近口的麦了，你好像是用靠近嘴巴的麦，好像不是很理想。好，来，接下来有请就是助读说明，请郑伟读一读。刚刚慧婷的印象非常棒，来，有请郑伟。好，郑伟有听到吗？郑伟没有反应，好 ，OK， 好，有听到，好，来，请读了，郑伟，好，应该还在找着，啊，你找不到就不用找了，直接看电脑读不就可以了吗？好。OK， 好，那我就请线下的同学读，就是海玲，你的麦开着它，然后全部人一起读。OK。三观心所，大处世间大心意，心里的必有三观心所。他们即是大圣大分的正理、正念、正欲，但对于世间心，他们则只留在恶意缘。恶行时才现，由于恶意远离恶行时，其心对造恶的机会一定是清楚的，所以世间理心所只能出现于欲界善心，而不能出现于缘起才大事相为目标的广大心，也不可能出现于没有缘作用的。他们也不会升起与阿罗汉的大悟作心，因为阿罗汉已完全分除了造恶的思想，所以没有远离造恶的需要。对于处世间心，三理心所必定存在，在造心里，他们是发生造恶的其中三。
先苦的情况之下才会升起，因为信佛在悲悯无奈的中生时升起，随喜信佛在随喜他人的成就时升起，在此所得到的十二王大心之善，果报于作者是禅心。这两个无量心所以及十无量心所不能升起一禅心，因为在长那的时事，他们必须越受降力，而在第五禅越受你被受取代的。有些导师不认同这两个心所能存在于一切的信息，但作者不能然而有些人说此情况时显然他不认同那些人的看法，为的性质依他为什么心理升起而有所不同，不论如何除了自不相应的一切心之外，一切的理性都有某种程度的正见。好，感谢。同学，刚刚他们关掉，刚刚他们读到的声音 OK 不 OK？ 会听清楚吗？没有听到他们读。哦，完全。哦，华恩，刚刚他们阅读也是完全没有听到是吗？有听到了，可是有断断这样。断断这样，一听就完全听到不理想。是有听到 OK 吗？刚刚大众阅读的时候，很小声。都听到很小声。没问题，没问题，关了吧。刚刚是华恩那边，华恩你出现蛮多声音的干扰啊。OK， 好，如果是说大众这样的话不理想的话，那么如果你们读啊，你就海林要靠近嘴巴这样就行，他们就听到了的了。OK， 好，没关系。来，同学先请画重点啊。看天气不够哈，不可以打到那个音响那边去。他们听到才重要。玉华，你看金桌的那个 YouTube 音效都不错，全部都清楚，看听得清楚。其他都很棒了，对不对 ？OK， 好，用手机听都 OK。哦，棒了。所以如果你用电脑耳机是更棒了的了。啊，知道知道。来，同学们看一看啊，与美心所当中这边开始，也是没有关好，谁都没关好。喂喂，麦克风测试。
看一下哈，与美心所当中，首先是九片一切美性心所，存在于所有五十九种美心。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五十九种美心所。哪来吧？同学看一下，这里就是美心所。我看用哪个图表比较好啊？我想想。理想啊，同学看一下哈，好，这个呢就是二十五美心所，看一下啊，好，他说十九片一切美心所十九个，这就是十九个了哈。他说出现在所有的不善行啊，看一下所有的善行啊，同学看一下这里看到吗呢？啊，十九他就放十九了，全部都是画到完十九，然后总共 total 五十九，他也算好给你了。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同学的意思是讲什么呢？意思就是讲啊，骗一切美心心所，不出现在贪根心，不出现在嗔根心，也不出现在痴根心，也不出现在不善心，看到吗？好 ，OK， 好啊，无因心也不出现，好，只有在善心，就是善心、果报心、鬼作心和世界无世界心才出现罢了的。同学，你看啊。它是十九个一起的，刚刚是举是四个一起的，这个是十九个一起的，所以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些特色啊。同学，如果你仔细去分析它，它十九个包含什么呢？同学，这十九个包含什么呢？请你找一找，第二章有一个图表的，就是五十二美心所，在第三页那边 ，OK。看到吗？好，好，所以在那个图表里面，在就是我们的讲义那边的哈，蛮前面那边有提到的啊。所以呢，总共就是十九个美心所，有包括心心所在里面呢、啊，正念在里边呢、啊，然后还有很多那种身心安、心心安 OK 之类的哈，但是你会发现，哎，原来信心所跟念心所，都是一个group，就好像这个配套哈，一有全部都有的啊，这个跟我们平时的理解哈，有时候不大一样，对不对？好，同学，我看一看我们去好吧？同学看一分析给同学知道一下。来，同学看一下。好，在这边呢，不美心所十九通一切心。同学，你看呐、啊、哈，信、念、惭愧、无贪无嗔。我们其实有时候平时哈，比如说同学哈，你升起了一个善心 ，OK 哈，就你看到啊，这个武汉呐、啊、哈，肺炎哈、啊，你想到 OK 想捐款去，想捐一些东西物资过去，你感觉有信心所在里边。你想 ，OK， 我要捐款的时候，有信心所在里面，是不大明显，对不对？有念心所在里面吗？没有。你觉得有惭愧在里边吗？好像感觉没有，对不对？哦啊，对，但他讲有哈，可以，他讲也包含无贪在里边。你觉得是有无贪在里边？我要捐东西出去了。啊有，因为他因为无贪的定义是什么？简单来说，也包含就是舍吧，对不对 ？OK， 是无贪 OK 的哈。然后呢，无嗔有痴心所在里边，你感觉像吗？像痴心所嘛？我们要给他快乐嘛？
啊，是，所以比较有啊。那么忠实信有吗？忠实信意思就是讲呢，你是处于中立的一个状态，好像又没有，对不对？啊，不大像哈。然后同学，你再看这种身心清安啊、柔软的事业啊，好像也不大像，对不对？啊，是。所以同学，你看到阿毗达摩是有些东西啊，我们观察得到，有蛮多是观察不到的。OK， 好，啊是。所以呢，要不要我们现在只是用布施做例子嘞？如果按照阿毗达摩讲，所有的善行啊，包括就是布施，包括你的五戒 ，OK， 好，包括你就是修福报 ，OK， 啊，包括你听闻佛法，你全部你要去分析哦，也是觉得哎，好像有些有些没的，可以了解吗？好啊，所以呢，你所以平时同学你得空啊，好，你拿来这个做思维，在阿毗达摩立场来说。是属于纠正你的见解，是属于善行来的。你可以证明得到的，像是你讨论佛法、思维佛法之后，你做 orientation text， 你会发现很有力道的，很有力的，因为佛法的思维带来力量给你。好，这个跟聊啊，八卦明星啊那些啊，它是蛮大差别的。好，给这个我们就到这一边啊。好，同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接下来讲啊。三离心所必定都出现于每一种处世间行。同学看一下，三离心所，离心所是这里哦，正语正业三个，然后会出现在处世间行。同学看到吗？他说啊，处世间是这个，看到吗？啊，同学，它是三个同时出现的。同学，你觉得？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在道心、果心、正语、正语、正业跟正令同时出现，你觉得合理吗？其实你也可以回答，我不知道，因为都没有试过。你可以这样回答啊，对对对啊，因为他看同学啊，这证明好，他为什么出现在道心果心？其实跟经典有一句话有提到，那就是处世间八正道啊，处世间八正道啊。但是啊，好，其实我们还是比较难想象。但是啊，如果你说出现在善心哦，倒是比较好理解的。同学，你看一下这边，对不对？那你看啊，这与这些证明对不对？你看呢，这三星它是这样子放什么呢？因为只可以出现一个。同学，你看啊，比方说三星哦，给你出现正语哦。当你正语啊，比方说 OK， 你赞叹说哇，中国翻译很好，这个就正语哦。阿毗达摩讲啊，你出现正语的时候，你同时不可能正命的。那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嘛，对不对？那正业就是身业嘛。他讲，当你在正语赞叹的时候。你同时不可能就在做布施，不能的，一定是分开的。你做布施的时候正业，那就没有正语了 ，logic 吗？不是，它不会同时一起出现呐、啊，啊，不会同时，因为当我讲，哎，中国很好，我已经讲这个业了，不是，不可能同时就是我又在布施，布施的同时可以升起，不可能的。但是，在就是说在心理上哈，它一定有分开，因为一个心。只可以出现一个刹那罢了，所以呢，你可能一面赞叹中国，一面给钱，又赞叹，对不对？感觉是同时，对不对？但阿毗达摩说它是有分开了的，就像我又爱又恨这样，感觉好像一起，但它是分开的。哦，可以了解吗？所以阿毗达摩有一个观念，他说啊，心是一个刹那，只可以升起一个刹那，它不会同时两个刹那一起升起。所以呢，当你升起这个心是属于正业的时候，同时正语就不出现；你出现正命的时候，同时正语正业就不出现了。只可以一的 or 罢了，那么只有处世间行是三个同时，把那个我们也是还没有 feel 过，不知道怎么样三个一起出现这样，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你可以学到的一些特色啦。好，同学看到吗？他讲了世间欲界善行个别的出现罢了。好，过后同学我们看。无量心所识而不定地出现于二十八种心 ，OK， 那我们看一下无量心所哈，好，无量心啊，就我们讲细薄两心，对不对？你看呐、啊，
无量心所啊，二十八种心。同学，你看一下，善心里面会有出现，唯作心里面有出现，这是欲界的，然后色界心里面有出现。同学看到吗？色界心出现了哈，它是呢，第五禅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悲喜无量啊，已经被舍掉了，悲喜无量心所不在那时候出现的。OK， 好，来，同学再看一下，在这边呢画个意思，就是讲啊，你被有悲心的时候，你喜心是不出现的，只可以出现其中一个罢了。你看呢、啊？就举个例子，像这个善心这样哦。OK， 当你看到五那边呢，哇，你很可怜的、啊、哇，你觉得哇，好可怜啊，他们很多很多的医务人员呢、啊，就是很多人往生，你觉得很可怜。But at the same time， 你不会又同时又随时说哇，你看他的医务人员很尽职，很尽心尽力，他不会同时的，他一定有个前后的。懂我意思吗？他一定是前后的，他不会同时站，你都是会站两个的嘛。你不会先，你不会悲跟喜一起的，一定先悲，哎，过后再喜，或者先喜过后悲，啊，所以呢，在善心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来的，可以理解吗？啊，那么唯作心也是一个恶罢了。同学记得吗？唯作心是只有随身起阿罗汉 ，OK， 好，阿罗汉 ，OK， 好，同学没关系，你就多听，慢慢就会记得了的。啊、我们看一看、啊、这里的 facts， 那同学看一下、啊、第五禅之外的十二广大心，刚刚给大家看了第五禅之外是、啊、之外就是初二三四禅，然后呢欲界善心八种欲界有盈为作心了。好，好了，同学再看第四哈，会与四十七种心相应、啊、同学看一看哈，会，同学请你看一看。慧心所是这一个，对不对？你看图表，确定不出现在什么心？什么心肯定没有慧？啊，对，不善肯定没有慧，还有嘞，啊，无因肯定没有慧。然后善心呢？啊，对，它自相应才有慧。果报心是自相应才有慧，对不对？看得到吗，同学？啊、你看不到，你可以看白板了。看到哪？自相应。才有慧的，是不相应没有慧的，唯作心也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呢，色界心通通有慧吗？含不含都有，对不对？好，无色界不含，看到没有？所以总共是七个，可以理解吗？好，那么同学，道心果心有慧，很 logic， 对不对？很 logic 吗？是不是？logic 啊，但是无色界跟色界心依然有慧心所，你会觉得很意外吗？还是不意外？还是根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过哈。所以阿毗达摩，我看啊，同学，你的功啊要找图表来看，然后你要去问问题，这个问题阿毗达摩有解答，你学起来就没有那么枯燥。所以有时候哈、啊，必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私下办读书会，是不是可以找人陪你们？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发现，你这样子读比较有乐趣的，你自己一个人一定不了了之了。是，因为啊，对对对，啊是，他有这种问题啊，你要去问的，哎，中不到他会有慧心所，应该没有才对嘛。哎，世界性啊，外道可以修禅定的嘞，哎，中不到他有慧心所的嘞，对不对？是不是？啊是，所以有些问题啊，你要问问了，是答案有，是阿毗达摩有，那没的话呢，就 refer 给我们，我们就想办法帮你解。来，我们先看后面有没有答案先啊？对对对，因为啊，后面的注读说明哦，就通常会提供答案的。好，来，我们开始来注读说明。OK， 来，这些讲过我就不讲哈。好来，同学，再试啊，怎么样？讲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个别个别升级，嗯，个别 ，OK， 嗯，师傅有问题。啊，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啊，
好，来，线上同学盛勇，请问呢？就是讲到一个烧鱼心跟无量心是在心所，除了自己心是个别神决定的、啊。那个身体片，你讲话要慢，你的声音怎么是破到完的出来，整个破到完的、哦、下次可能要准备靠嘴巴的麦，请你稍微讲慢一点，可以问。好好，那十九片一切心所，十九片一切美心所啊。它是同时升起的，对吗？是什么、啊？同时升起的，对对对。啊，十九个是同时升起，是一起升起的，是的，是的，一起的。然后呢？那为什么三离心跟无量心它是分开升起的呢？哦，为什么啊？它应该不是分开升起，是个别升起了。因为呢，在出世间心呢，也是同时升起的，出世间心。但是在欲界心就不能够同时，它必须个别，意思就是说它就没有真命，有悲心就没有喜心，因为起冲突的关系，你了解吗？这样呢，偏一切美心所，它为什么可以同时升起？你完全听不到，好 ，OK OK， 圣勇过 OK。好，盛勇，你声音完全听不到。我看过你打字来问，好啊，你那边的音响有问题，也有线路的问题，好 ，OK， 好，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好，好来，同学，您看啊，世间心只有在刻意远离恶行的时候才会出现，好 ，OK， 好，这边他讲，刻意远离恶行才出现，意思就是讲啊，他在刻意的情况。意思就是呢，同学，有人问你，你要不要做青蛙？我给你1000万，你说对不起，我不要。这个就是正业来的，必须是刻意的，他不是主动的。当然不会主动，你会不会无端端说我不要做青蛙？你要有人跟你说你要不要做青蛙，你说、啊、对不起，我不要做青蛙，我不要接受贿赂。你不会无端端跟别人说、哎、对不起，我不接受贿赂，你不会无端端跟别人这样讲的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说需要刻意远离的。OK， 所以世间心必须要刻意远离的。好，我们再看他讲啊，世间的离心所是只出现在欲界善行，然后呢，不可以在广大心出现。同学，正语、正业、正命不会出现在禅定的无色，是这个无色界里边不会出现。为什么？同学，你看他跟所缘有关。你看呢、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武汉那边 ，OK， 我想要捐款 ，OK， 我刻意要捐款，这样，那这个刻意捐款呢，不会在禅定里面出现的，因为禅定已经有个固定的所缘了，可以理解吗？过后呢，也不会在欲界果报心里面升起的，这些都是它的一些规则来的。然后接着下来是也不会出现在阿罗汉的大围坐心那边，原因是什么呢？它完全根除了造恶的倾向。所以不需要远离，可以理解吗？啊，它有给到原因的，这都是图表里面会有显示。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呢，哈，过呢三离心所里面啊，必定存在。他说在道心里面呢，哈，各自自行断除，哦，三道啊，行断除的作用，刚刚讲到了。那果心里，他们出现为道完成其作用的清净。语业跟命，同学，他意思是这样的，在道心里面，对不对？他其中三道分呢，哈，自行断除造与恶行、生恶行跟邪命。同学记得《阿毗达曼》里面经典里面记载，就是说道心一刹那升起，那么呢，比如说出果的道心升起，那么就是接近取见，身见。就不太神奇了 ，OK。那么这些里面呢，它也包含了恶的身口意，所以变到呢，它三离心所一出现，这些同时就自己掉了，可以明白吗？然后在果心呢，那么道完成的作用之后，它就会自行清净的语业。这个你会理解上困难，因为道心跟果心我们都没有体验得到 ，by right 好 ，OK 好，都没有体验得到啊。好 ，OK， 我先解释完才回答圣勇的问题啊。同学看啊，他讲啊，世间里面
离心锁不能共存。OK， 刚刚讨论过，大家觉得合理了。OK， 好 ，OK， 然后再看一下哈。然后呢，他讲在初世间心是同时出现的，同学看到吗？来，同时出现的啊，每一个可以完全去醒悟，同时出现。正语一出现时候，恶语就断掉；正业出现，恶行就断掉；正命一出现，邪命就断掉。所以呢，对于就是阿罗汉来讲，他不会再犯戒，原因就在这一边。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讲啊？出果阿罗汉啊，根蒂哦，那个虫自己会跑掉。有听过这样子的原理吗？没有听过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有三离心锁的关系，他肯定不再造恶业了。那不再造恶业怎么样情况啊？所以会有一些讲法讲啊，一根那个阿罗汉呢，一根蒂哦，虫自己会离开，让他没有犯杀生的机会啊。所以你没有正果的话，你试试看。喷煞文油，看到会不会自己飞掉，它会发掉，表示你是阿罗汉。OK， 其实啊，同学啊，我们呢、啊，其实啊，师父进来啊，师父的橱柜啊，有很多木椅寝室，不是白椅，是木寝室啊。对，那么呢，我有专家，他说师父不能了，你一定要用药啊。那么我就去买药了，那么买那个药啊，哇，那么恐怖，他说。你那包粉你撒在什么地方，他们吃了之后回去他的锅，然后其他的会统统死掉的，哇，那很恐怖，你知道吗？所以呢，哎呦，我知道了，我还是蛮难下手，所以我第一件事情还是喷那个毛小毛油，对他们念大悲咒，我说你要赶快离开哦，不然明天不离开，我就用药了了哈。那到明天去看哦，还没有离开哦，因为有木屑看到啊，那是木鱼造成的哈。OK， 我把它打扫干净。我再给第二次我讲，你就赶快离开啊！不离开的话，我会放了哈。那第三天他还是在哦，但是我又不忍整包放完，我就放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包这样了哈。然后我就没眼看到那鬼，因为啊，他一回去就杀完。所以啊，因为啊，我不自行会蛮难。其实啊，白蚁跟这个木蚁，它在大自然呢、啊，它是好的，它把不好的木腐朽掉。但问题它在我们的家，它就死了。尤其是白蚁更不得了，它可以吃到整个垮下来。我们要保护人为主。不过大体上是这样的，木蚁、白蚁、黑蚁这些是有一个蚁就没有第二个蚁在。所以呢，有木蚁、有红蚂蚁在好事，就是白蚂蚁不出现先，啊，它是个好事。白蚂蚁是最可怕的。那木蚁的话，它其实它不吃家食，它把木屑刺开了，它在里面住家，它喜欢吃甜食。所以呢，我发现了哈，原来我们惯了不杀生的人，一下要我们这样杀，我们下不了手的，就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这样子了哈。所以同学啊、有时候这是实际的情况，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所以他不会说统统会跑掉那么听话这样啊。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就说啊，我们这边没有客人可以豁免得到的，你只要活着啊，必须要跟他们一起共存，即使我不杀蟑螂都好，我保持清洁都好，还是会遇。那黑白蚊叮你，你打不打他？所以他们有些人当然打了，对不对？确定是了好，但你怀疑的话，你也是要干掉他，对不对？啊，是。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会念咒语，就是一个防超度香这样子了哈。好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这些杀这种虫蚁的东西哈，需要多一些智慧哈来防范的哈，来让我们更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啊，它线开始有点弱了，再转来转去 ，OK， 好，我先讲完，先再回答师兄的问题哈。我们看无量心所，同学他讲啊，持以使无量心的无称与终始心所存在于一切内心，好 ，OK， 没关系，我先回答圣勇的一个问题先。好，来，圣勇这边有问他说哈，同时升起个别升起啊，这个刚刚已经回答了，好，它是可以同时升起的，应该说心所不能同时，心所是可以啊，是心所是同时升起了，心呢是个别升起了啊，心它是一刹那，一个刹那只可以升起一个心。但是一个心里面的心所是可以同时升起的，
现在回答华人他们的问题。那么无量心以三理心所这样解释，那刚刚解释了了，那是 either or 的。那么呢，如果是他们呢，是在初世间行的话呢，三理心所可以同时升起，阿毗达摩有明文。那么在欲界的时候，它是要个别的，不可以同时升起的。OK， 好，可以。OK， 所以就回答了了华恩，还有就是圣勇的问题。好，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无量心所。他说：“此于舍无量心的无称与终舍心，存在于一切美心。”好，我们看一看了，这一个是啊，对对，我们现在回来这个原理啊。OK， 同学看一下哈，他说反之哈，悲以随喜心随喜心所，只在相符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升起。怎么相符呢？看，他说悲心所是在悲悯众生时候，随喜是在随喜他人成就的时候，看到吗？所以相符哦。我在啊，你前个刹那哇，你起悲心，因为有苦难众生，然后下个刹那你又可以随喜，我看你应该有点精神分裂，如果你可以变化那么的快，是不是很不正常？对不对？啊，很不正常。好，所以一般上我们不会一个刹那里面下个刹那就可以马上就升起，否则还蛮怪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他说啊，在此所提到的十二广大心是善果报与为作的首世禅心。同学他有提到哈，十二广大心指的是什么？是指首世禅四三首世禅首世禅哈，这两个无量心所不能升取于第五禅心，因为在那个层次里面，他们必须与业受相应。同学，第五禅心里面呢，它是已经把喜跟乐已经去除掉了的啊，已经舍掉了的。那么呢，在十二广大心里面，首四禅、初禅到四禅，还有喜跟乐在里边的，至少有乐在里边，所以就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是悲喜和喜心可以在他们升起。同学，随喜心是跟喜心所是喜心所就是可以随喜，是因为有喜心所的关系了。好，那么有些 controversy 我们可以不理他了吧。过呢，慧心所，我刚才这个讲的过嘛，持以舍无量心的无称以终舍性心所存在一切美心啊，没问题了。好，一切美心啊，持就是无称，同学，持就是指无称心来的，然后舍呢是终舍性来的，两个同时升起在一切美心。OK， 好，那刚刚我们讨论过了了哈，它是同时一起的了啊。为什么会特别讲？同学，你们看看这边，我们常常讲慈悲喜舍一起讲，对不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啊，哦，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但是阿毗达摩却把持跟舍放在一切美心，但是呢，四无量心里面的悲跟随喜却相符，看到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分开的，这是阿毗达摩的特别的处理方法了，可以了解吗？因为四无量心是四个一组的嘛，哎，可是他把它分开掉它 ，OK， 它有它的原因啊。好，过我们看慧心所啊，就是除了志不相应的欲界心之外，一切的美心都有某个程度的正见，看到吗？好，一切的美心都有某个程度的正见啊，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好，然后还有一点点，我们把它完成。同学，你们看看下面这一边啊，同学，称计前而作离还有悲，即慢哈。偶尔个别地升起，看到吗？所以刚刚那个图表啊，有一个五字画个星号，原因就是在这里了。可以了解吗？这里还不止嘞，离有三个嘞，哈啊称总之这边它指的意思就是说，就这个就是谁啊？刚刚玉兰问的问题，凡是你星号的都是偶尔且个别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五一个星号。悲喜那边有个星号，原因就在这里了。然后离心所有个星号就是这样了。然后呢，昏沉睡眠一定是
一撇的。好，那我还在我看，好，同学有没有问？到目前为止，师傅，我有一个问题。OK， 现在先等玉兰问了，我会停。玉兰这边他用手机不灵光，我会重复告诉同学。好，你请问玉兰。好，圣女问问题。我答的重点你没有抓到。哎。OK， 刚刚圣勇问的问题呢，就是啊，这一边我们看这个 group 里面呢，哈 ，OK 哈，来我看一下先哈 ，OK，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十九片一切美心所可以同时升起的三离心及无量心是特别升起？刚刚讲了哈，它是个别的意思讲，就是一个刹那里面，对不对？一个刹那里面哦，比如说悲 ，OK， OK， 让我升起，这就是欲界八大善行 ，OK 哈。那我现在是一切八大善心里面其中一个善心升起，那如果这个心里面有正语的话，它就不会有正业在里面。刚刚我举了例子嘛，啊，你在赞叹的时候，同时你不能够做布施的，不能够有个正业的心所不能的，就是这个意思。说就是说它不能够同时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必须要心是个别升起的，一个每个心是个别升起。然后呢，正与正面业的心，正与正业正面的心所呢，在欲界心里面是个别的，这个当然是正业。接着下来下一个，那么就是华恩，刚刚师父回答，可以明白了吗？就是心跟心所的同时的困扰 ，OK 了哈，你 OK 了吗？可以了，好好的，好，那请慧婷有什么问题有请。师父，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悲喜无量心的这边图表那边说这个阿罗汉是不会有悲跟喜无量心，可是有无嗔跟舍。OK， 好，等一下先哈，我看看先你图表的问题哈。好，你的问题是问到阿罗汉。好，阿罗汉没有什么心啊，请讲一遍。阿罗汉是不是在图表里面这边就是说阿罗汉是没有悲和喜，可是他有无嗔和舍，对吗？好的，是的，无嗔跟舍是有，因为他在十九心所里面出现的关系，正确。然后悲喜阿罗汉是没有的，是的，因为他这边是空白的。好，什么缘故？应该是说他们四果的道心跟果心都是如此。什么原因呢？来，同学看一下，他这边有给到原因，同学看到吗？OK， 我看一下先啊。他们不会升起三离三不是无量心，相辅随喜啊，有三离。他主要意思是讲啊，道心跟果心是不出现，就是无量心所。我看有原因吗？OK， 同学这里的原因就没有讲到，为什么道心果心是没有哦？他原因他没有提到了。OK， 好，第二个问题，慧婷有请。师父延续这个问题的，这样是不是说这个就分别阿罗汉跟菩萨的分别吗？一般上我们不是说菩萨是有悲心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是吧？不是的，慧婷，倒是跟这个不完全有直接关系。OK， 你看一看这里的悲喜无量不出现，对不对 ？OK， 的确，悲喜无量不出现，噩耗不出现，它是指在道心果心里面那个时候是没有悲喜无量的。你看悲喜无量在哪里出现？如果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它的原因先，同学，你看。悲喜无量出现是一个是在欲界的时候出现，给欲界的时候出现，在欲界出现是因为所缘的关系，你看到悲悯的人或者看到别人的成就，这是一个情况。 OK， 好来，但是慧婷你看一下，阿罗汉悲喜是在哪里？是在围坐心出现的，意思就是讲
阿罗汉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升起的是唯作心。那这个唯作心，阿罗汉在日常生活也会遇到悲悯的对象，也会遇到就是值得赞叹的对象的。所以不应该说阿罗汉不升起。所以我说阿罗汉的唯作心是有的。OK， 好。然后你再看一下，当我们进入禅定的时候呢，是啊，它也会出现，因为跟所缘有关。用我入定呢，是用悲悯的众生，或者是以他人的成就，所以呢，它是出现的。但是它不出现是在什么呢？是在道心跟果心不出现。什么缘故呢？因为道心跟果心是缘无常苦我的五蕴的。这是他的原因啊，不过他没有交代到。所以慧婷，刚刚你说阿罗汉不出现悲喜是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唯作心是有的。OK， 好。那么菩萨的大悲心是如何呢？菩萨的大悲心不会在这边，菩萨的大悲心依然是在悲喜无量，不过这个悲哈、被强化了。菩萨在定的时候的悲心强化到，那日常生活的悲心也可以被强化。不过菩萨升起的不是唯作心来的。好，那慧婷，你应该两个问题回答了 ，OK 吗？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吗？有请，可以。这个是要理清那个邪见跟慢的，就是前面的那个结石山那边的。这个邪见跟慢，如果回去图表的话，因为它不同时出现嘛，就是邪见出现在与邪见相应，然后慢是出现在与邪见不相应，对吗？是的，正确。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因为我课本这边说它的定义不一样嘛，它不能共存。邪见是涉及某种程度对五蕴的执着，他们两个都是涉及某种程度对五蕴的执着。可是慢的定义是慢则升起自我评估嘛？那为什么呢？还是不是很明白？不能是说什么不可以共存，对不对？对。就是说就是那个理由啊，不能共存的理由，邪见跟慢不能共存的理由不够明确，是吗？慧婷，你意思是这个？对，我来尝试解释哈，邪见跟慢的理由哈。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啊，好 ，OK， 好，邪见他这边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是错误的认知来的 ，OK。那么慢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自我评估，还有就是比自己优越哈。OK， 来看一下哈。同学，这个错误的认知是不以真实法分析的诸法，那么他就认为行法是常乐我净的。OK， 那么关于这个慢本身呢，它是纯粹是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是比别人优越，比别人更好的。我也是觉得不很明显看到它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够共存呢 ？OK， 慧婷这边呢，再仔细读的话，的确是不会太明显啊。那么这个缘故可能要再看 subcommentary 两个了。那慧婷这个问题你可以 hold 着。那么呢，有时候啊，这些专攻这个阿毗达摩，包括帕奥禅师里面有，他们可以看到缅甸的 subcommentary 会有解释。不然的话，就是师父看北传的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可能会有解释。所以慧婷这里的说明不够清楚，你的问题是好问题。OK，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看没有问题的话呢，同学就让你们进行复述了啊。那你复述之后呢，你应该会更加的清楚啊。那么就请师父做个安排先。